对，熊猫就是他的坐骑。我的坐骑是一只老虎。我们现在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，然后大苗药发展中心，苗裔的祖先苗老师。医治好治不病以为功嘛，然后上完中间。哇，你昨天晚上背书了吧？很早刚过。对。你昨天不是才说李时珍是你的谁？李时珍，偶像。李时珍是我的偶像。你把手放上去，对，然后医生一把脉，智商不太够。你别笑。这个美女 very beautiful 不？以前的苗族女，当她看上你以后，会给你下个蛊。你当你出去看到其他女士，你动心、一变心的时候，你就会难受了。贵州的山里有三宝，就是杜仲、天麻，还有这一碗汤灌下去，发达了。苗族女士，因为她生常年生活在这个大山里面，正常来讲，跑三天就解下地。要不宁可三天不吃，不可一天不挨打。